实应该只是吓吓小孩的，应该不会爬吧？我爬这个24公尺的好不好？对了，我开始心跳加快，然后怎么办？好高哦！老师，我不要脚哎！哇，好高哦！好高哦！我有点软脚啊！拉下去。我拉下去会掉吗？好。这样吗 ？OK， 你也可以的。嗯。哦。我要休息。不用怕，不用怕。哎，对，好。教练，我到顶了。好，没问题，可以放手了。放手。明天是要往上哦。我们明天要挑战更高的，好不好？不好。其实应该只是吓吓小孩的，应该不会爬吧？各位同学，准备好没有？我们今天要去室外爬天然的岩壁哦。我们要爬这里，我们爬这个24公尺的，好不好？开始攀登，请攀登，看他爬。对哦，从这边哦，很好哦。你看这，你看，好像爬楼梯一样。你们都不爬，你正前方可以爬，右边的更简单，所以你可以对右边最简单，正前方也可以爬，可以自己挑。我先走简单的就好，先走简单的。我开始有点怕了，完蛋了，我开始心跳加快，然后怎么办？可是我又一直安抚自己，没事没事。然后我就贴着那个墙壁、石墙、岩石，我心里一度跟我对话吧，石头。好高哦。哇，好高哦！好高哦！我有点软脚啊！快点看，那边是难，那边开始比较难。我只能双脚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快看，他现在难的。嗯。好。哎，我顶了吗？我要往哪里走啊？直直上，直直上，怎么直直上？好，我已经看到顶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在那边就可以了。好高！加油，加油！好高！哦，完成了！哇！本来是来找回忆的，哦，结果。这里的回忆又变成我永远的回忆了。拜拜，走喽。拜拜。